摄影玩家记录下这几天清晨的日月潭，白色雾气从湖面冉冉上升，美得像仙境，很漂亮，很美，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景象。对，以前没有看过，蛮奇景的。网络社群民众直呼好浪漫，当地人亲眼目睹更震撼，看到整片的边坡在那边好像跳着舞一样。日月潭成了冒烟的湖，到底什么原因造成？气象站专家来解答。由于冷空气的聚集，使得湖面上的水汽凝结成云雾，而在清晨的时候，由于太阳逐渐的升起，这些云雾也会随着太阳加热而逐渐消散，因此在湖面上形成类似蒸发物。这几天比较冷，南投山区清晨气温大约15度，冷空气遇上温暖的湖水，才有这一番寒冬限定版美景。台视新闻南投综合报道。